其實之前神感動我要營商宣教，咁咧我本身就係一個好中意傳福音嘅人，咁神就同我講，你又當去嗰邊做生意啦，咁又可以傳福音，咪變咗一個平台，又唔使話淨係乜嘢都叫憑信心去服侍啦。咁我嗰時候經過好多禱告、好多嘅 circle 之後，都信服神，咁去咗。咁直到去2013年嘅11月嗰陣時候咧，我就去咗度假嘅 vacation area 嚇，一個旅遊地方，同幾個香港嘅姊妹一齊過去嘅。咁咧啲傳福音嘅神嘅恩典啊，我哋就走出去嗰陣時候，就同啲賣貝殼啲小販啊咁樣。咁當時咧，神又好奇妙，喺嗰個期間，我有一筆錢咧，係神即係好恩典俾咗我有一筆錢。咁我又見到啲買小販啲人就好似好窮啦，好慘啦，咁啲嘢又好平啦。咁我又幫你買一個，又幫佢買一個，即係唔想話幫佢買，佢又買咪好 disappoint， 真係好失望啦。咁啊幫佢哋買。咁買到時候咧，突然間咧，神就撳我想走噶啦，同幾個姊妹。突然間咧，有神就同我一個男仔，即係神感動我嚟到同男仔講：你想唔想信耶穌啊？佢話好啊，即係本來嚟度假都唔想講咁多耶穌，咁我又喺街頭報道啦。咁咧就如是者同呢個男仔同埋一個賣貝殼嘅女士咧，把聲係做過手術係牙渣牙嘅，佢樣好苦嘅。原來佢個名咧叫做吳悔峰啊，即係後悔嘅悔啊，峰啊。哇！你個名字真係唔掂啦，唔怪得你咁受苦啦。所以話你今天咧，神要改你嘅名字叫做愛峰，所以而家我哋全教會叫佢愛峰嘅。所以佢而家塊面好多喜樂，好改變。當時我哋同佢傳福音，咁我哋四個加埋我五個香港女仔圍住呢兩個人，係咁祈禱啦。突然間隔離嗰啲檔口嘅阿叔啦，可能就講：他們佢話佢哋應該係騙子，你睇下佢哋圍住佢，咁有幾次啊？幾個咁多人圍住兩個咁啊？咁我又唔知咩事，又唔知點啊！跟住主角依講：不是不是啊，他們是基督徒啊！啊，他們啊，來傳福音啦！哇！我係走埋嚟，咁啊個姊妹就走埋嚟孭住個孫。哎呀，你們是基督徒啊！我對對呀對呀，我也是啊！可是啊是啊，哎呦，即係我就要學翻佢咁夠全神啲。佢話：哎呦，感謝主咯！你說啊，求神啊！你話我啲普通話唔係好得嘅嚇，所以你冇事啦。即係但係咧，佢哎呀，感謝主啦！哎呀，求神啊，祝福整個小梅沙小鎮能夠有一家教會就好了。跟我說，你之前有沒有教會？之前有個兩年吧，有個牧師風雨不改的，從香港過來的，他真的很好的，即係嗰啲表情真係好嘅，他真的很好。他現在沒有來，我現在沒有來，你們有沒有教會啊？佢沒有啦，我有幾多年沒有聚會啊？很多年啦。當時咧，我嘅心一聽完咧，就好似我就明白，即係好似神講咧，羊好似牧人嗰個心咧喺我裡面搞動。我就當時就諗，如果神叫我營商宣教，咁如果我就即刻問喺呢度做乜貴又不太貴啦。咁一聽完，哇唔貴啦，咁對我同香港比下，咁我諗下，如果租個地方又可以做教會咁幾好，因為我曾經幫過牧師建立過一間教會嘅，好簡單嘅，佢哋買個地方嘅住宅咁就可以做教會噶嘛。咁所以我嘅諗法就係、是，咁我租個地方做教會，我又可以喺度住，又做生意啦。咁我亦好有智慧，當時就諗，我都同阿牧師分享啊，記得嗬嗰時。但係咧，嗰時神嘅靈咧，因為我知道佢係教聖靈工作，我又唔想係咁快就飄上天啦，所以咧我就冇當時神就覺得未係揾阿葉牧師過嚟，我就揾咗兩個嘅宣教士，每個月兩次咁樣嚟幫我去講道。咁依個就係我建立咗個教會係神帶領嘅。咁我教會改咗叫榮耀恩典教會，因為依個阿姨咧就。佢咧就介紹咗我去一個幼稚園，個幼稚園嘅院長係一個基督徒，係一個姊妹，佢就將佢嘅幼稚園 open 咗，因為以前佢哋聚會都喺呢度嘅，喺個幼稚園。咁咧變咗，當時我諗住要投資幾多10,000，最少20,000啦，又要買床、買呢樣、買嗰樣，但係對香港嚟講好少啦，1-2萬建立一間教會，即係但係都要攞我嘅錢。咁我就好感恩，咁就喺個聚會預示者咧已經1周年有多。咁我自己翻嘅教會咧，而家係翻對 White Church， 唔知有冇人聽過啦，係葡萄藤教會啦。咁就一個英文教會嘅。咁我1周年嘅時候，我兩個嘅外國嘅牧師主任牧師都過嚟咧，為我差遣啦、祝福。咁有機會，如果牧師都可以 WhatsApp 俾你哋睇啦。咁喺當時點解叫榮耀恩典教會咧？牧師有見過。神咧好鼓勵我咧，我有好多好多嘅異象，係雲嘅天空嘅異象啦，神嘅面啦、羊啦、魚啦，哇多到我數唔到啦，獅子啦，真係好真實。喺我好孤單，用自己嘅錢一個人喺嗰度住，跟住生意又做唔到，因為我唔係一個好叻嘅人，我唔可以一個人踩幾條船又翻工又做呢樣嗰樣，我冇你哋咁叻嘅，即係我嘅身體係即係各方面，咁我就要專注，因為做一個牧者亦唔容易，每一個人嘅生命。我又要去兼顧啊，去關顧，甚至有時係屬靈爭戰嘅喺佢哋生命上，所以我就冇能力，就變咗全職侍奉。本來我啲錢諗住做生意，又可以營商，跟住啲錢依一年咧就全部
差不多清曬底咁滯，係啊。咁最後咧，神就好恩典啦。咁就話俾我聽，一週年啦，你嘅教會 set up 得有人哋睇到，又開頭得十個八個咧，咁而家有三十零個啦，有時會多啲四十個啦。一般嚟講有三十個左右啦。但係如果嗰度係一個好有潛質嘅傳福音地方，因為嗰度係一個幼稚園啦，同埋條村咧，我搞個活動，一搞啲報道活動啊，有節目有嘢玩咧，係百幾二百人嚟咧，係好普通嘅啫。上次我搞個活動都成百人，有小朋友，跟住佢哋跟決志。但係神都憐憫我，如果我得一個人，我自己去幫手，我興起一啲嘅童工，但係有好多都比較年紀大嘅，一係就啲老師啦。咁所以神好祝福榮耀恩典嘅原因咧，點解叫榮耀恩典教會？我講完呢度，我都可以完結嘅，因為神俾我睇到好多嘅異象。當我好孤單、好 down 嘅時候，神真係俾我喺日出日影影到神塊面啦，有機會牧師 WhatsApp 俾 forward 俾佢睇。神係咁真實，因為我真係一個冇諗住一個建立教會，我係中意傳福音，我係服侍，但係我冇諗住要做牧養。但係一個人牧養，仲用曬自己差唔多自己嘅錢，本來想去以色列啦，去韓國，去乜啊，去乜地方，而家乜都冇去，因為有啲錢都留翻。所以我成日都有時我都會叽哩咕噜神啊，點解錢使曬又點樣點樣咁樣？但係咧咁啱神就感動揾阿牧師喎，咁阿牧師就話：我可以幫你嘅話，我心諗你都冇固定嘅牧職，你仲幫我？佢係我有錢嘅，我可以幫你嘅咁樣。所以神就鼓勵我嚟，即係多謝弟兄姊妹嘅奉獻祝福。所以榮耀就係神嘅面，佢嘅異象係真係彰顯。恩典咧，其中一個個案咧，就係唔係單止一個，好多人係病得醫治。有一個人係六個月就已經有癲癇病，但係當佢28歲了，有一次在我們 Good Friday 即受難節的時候，他來到我為他祈禱，我就哭，我就說我哭，跟弟兄姊妹說不是我哭，是聖靈裡面很愛很愛這個人，就叫他決志認罪。於是者他以前是一天發作十幾次，是即發羊吊，即十幾次那些，可能村民跟我說他會突然跌低，然後整頭流血那種。我就跟我香港一個禱告伴侶一起祈禱，哎呀我不行了，我又喊了，我就知道神很愛他，我就去探他。他以前一天發作十幾次，跟住我第二天去問他有沒有發作，他發作過一次已經不是很厲害，即是他以前十幾次的，我那一兩天後去探他一次，他媽跟他一起來。跟住呢他還有一個最大恩典，現在來了差不多四月份嘛，直到現在即幾個月了，九個月了，七十個月了，差不多。他以前一日發作十幾次，他 total 加埋咧，先係發作咗十幾次，而家八九個月，係咪好神蹟奇事啊？所以咧，好榮耀歸主，同埋好多人咧，其中一個好鼓勵我，亦好鼓勵，真係太多見證。所以咧，仲有好多病得醫治，神感動我，鼓勵我。雖然有時孤單，所以雖然本來好多財富喺我嘅，本來係我袋落袋嘅嘢，全部俾咗出去，因為佢哋中意食我因為我有真係有啲愛心嘅，我覺得自己。我好想令他們開心咧，有時啊，而家好感恩，有亞信屋啲嘢好平啦，變咗咧，我就好想買啲歐洲嘅朱古力啊，歐洲嘅餅乾俾佢哋，咁咪成日都好似搬運俾佢哋食咯，我自己都有時都唔捨得買嚟食，咁佢哋好開心，我見到佢哋好開心，我就開心，所以啲錢咁快就使曬，所以咧一切咧榮耀恩典做讚歸俾神，同埋咧好歡迎大家咧，如果有機會咧可以上嚟咧去分享見證啦，去祝福大家啦，因為我相信你哋嘅見證咧對我哋教會好大鼓勵，同埋有時我哋會有活動嘅，如果你搞開短宣嘅。